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六，一年一度的擦玻璃环节又开始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家也在擦玻璃哦。看一下我的 Twins 现在又开始上手，在忙活起来。这可以了吗？感觉如何呀？现在擦的？发表点什么看法？反正很透亮，很干净。看一下这边是擦过的，然后看一下右边，这就是很模糊。看一下整个阳台，大概有个五米多。这么长。好的，就啥吗？你都抽上了，你有没有抽？哎呀，Twins 戴着手套，戴着工具手套，然后洗的这个擦玻璃器是在拼多多上面也购买的，花了大概60多块钱。好了，第二位擦玻璃选手又上场了，然后这是我的妈妈，她也开始了。感觉这个还蛮吃力的，真的很吃力，我妈都有点挥不动。都怪我们都没有男朋友的原因，找以后完了得找个老公来擦玻璃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拼多多这个擦玻璃神器啊，其实还是蛮鸡肋的，就是相对还是挺吃力的吧，擦起来应该需要劲儿特别大才可以。为什么擦个玻璃戏都这么多？哎呀，简直不要太欢乐！擦个玻璃浇筑，那爬起来就够了，爬起来就够了。Hello，现在是我来擦玻璃了。这是一点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吗？要现在要转下来吗？要转过来吗？对吧？擦玻璃事业惨遭滑铁卢。是这样吗？我没毛病吧？我再转是吧？哎，对了，回字形吗？是吧？对不对？嗯。我还是可以吧。嗯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推，这个力气真的需要很大，然后，哎呀，好吃力啊！就是这种转悠转不动。北京米粉。想跟大家说一下，是这个玻璃真的是太难搞了。我们今天只擦了一侧，然后后面另一侧还没有擦，明天再擦吧。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拜拜。你们家擦玻璃了吗？